我们的初心始终是不变，从小就崇拜共产党，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为我们党的这些奋斗。共产党要先人后己，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进千家万户，以国家的需要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相信自己的力量，支持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的力量。最崇高的事业是共产主义事业，为这个事业努力做贡献是最有价值的。这里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护边缘执勤点，海拔4700米，紧靠祖国的西部边境线。这支护边缘队伍由当地的塔吉克族牧民组成，负责协助当地边防部队守边、巡边、护边。执勤点以塔吉克族护边缘拉奇尼巴依卡的名字命名。广场中央矗立着拉奇尼巴依卡和父亲巴依卡凯利迪别克为解放军担任巡逻向导的雕像。距离执勤点不远，就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红旗拉府边防连驻地。这里常年积雪，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氧气含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红旗拉府边防连组建于1949年，不仅担负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红旗拉府口岸的守卫任务，还要承担中国巴基斯坦边境线近100公里的守防任务。在这样的生命禁区里巡逻，需要翻越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打板，趟过80多道冰河，往返一趟要花3个月。没有当地人的指引，边防连前行困难。本地的老百姓对地形熟悉，所以很需要本地的塔吉克族牧民带路。再一个就是用他们自家的骆驼呀、牦牛给联防部队送物资。过去的70多年时间里，在红旗拉府边防连的巡逻队伍中，总能看到这样的身影。他们不穿军装，却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不是军人，曾经救过很多边防连官兵的命。他们训练自家牦牛供边防连官兵骑乘，却不要一分钱回报。他们不领工资，自愿义务担任向导。后面的战士都看好，前面有兵的，小心点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一遍遍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边境线，他们走到哪里，中国就烙印在哪里。他们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塔吉克族牧民，以放牧和种地为生。拉奇尼巴依卡和他的爷爷、父亲就是这样的义务护边员。没有边防官兵，哪里有我们的好日子？保卫祖国的边境，保卫我们的家园，给他们带路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看下面这位是第一代护边员凯利的别克迪利达尔，是拉奇尼的爷爷。这位是第二代护边员巴依卡凯利的别克，是拉奇尼的父亲。那么这位就是我们的英雄时代楷模拉奇尼巴依卡同志。在当地，拉奇尼巴依卡一家3代人71年接力护边，义务为边防连担任巡逻向导的事迹家喻户晓。照片上这位戴着黑色帽子的人就是拉奇尼的爷爷凯雷的别克迪利达尔，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护边员，红旗拉夫边防连最早的义务向导，也是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塔吉克族牧民。五府浪沟号称死亡之谷，是中巴边境线上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红旗拉府边防连巡逻的目的地。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这里也只能靠骑乘牦牛通行。1949年12月，当听说边防连必须进入五府浪沟执行边防巡逻任务时，拉奇尼的爷爷主动提出为部队当向导。之前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共产党到塔县来了以后，
给本地的老百姓修房子，送茶叶、送冰糖，或者是送，这个药品，然后有生病的老百姓到他们那儿去治疗，然后慢慢就是被这个解放军感动，当义务乡道，就是表示自己的感恩。中国巴基斯坦之间最早的界碑是拉奇尼的爷爷亲手用石头堆起来的，那一年他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义务向导一做就是23年，1972年，体力不支的爷爷将任务交给了拉奇尼的父亲，父亲带着官兵们又走了38年，期间他经历了4位亲人相继离世，而他没有陪伴在身边的苦痛，50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99年，巴依卡·凯利迪别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是中国的方，我是一个蒙民，中国的一个蒙民嘛，我的蒙民联合感受。墙上的这张照片是拉奇尼2003年从部队退役后照的。2004年，拉奇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那一年，拉奇尼跟随父亲成为边防连的义务向导。这个是他巡逻的时候，这个里面放这个酸奶，然后带上巡逻的时候饿的时候呀，就跟用这个馕就吃。这是什么乐器？这个是拉奇尼叔叔特别喜欢，就是巡逻的时候带。他也就说 rabub， 巡逻的期间有点长嘛，然后他就是一把这个带上，然后就无聊的时候就唱歌。其实拉奇尼从12岁开始就已经跟随父亲巡边，父亲教他查看地形，锻炼野外生存技能。拉奇尼对这个使命格外珍视，独立担任向导时，他永远冲在最前面。在这个巡逻路上，每次这个穿越冰河之前，他都要自己先过去，他确认安全之后，然后才组织我们战士还有其他护边员一个一个的这个安全过去。担任巡逻向导16年，拉奇尼救过很多官兵的命，跟他巡逻的官兵无一人牺牲，他自己被落石砸破过头，被受惊的牦牛踩伤过脚，还曾为营救掉进雪洞里的战士被冻得不省人事，在医院抢救了3个小时才挽回生命。牦牛是塔吉克族家庭最重要的财产，但拉奇尼家养牦牛不为卖钱，只为无偿提供给部队巡逻用。几十年来，拉奇尼家的牦牛先后有10头累死在巡逻路上，9头牦牛受重伤，但拉奇尼从来不要部队的补偿。牛死了就卖牛，可是那个江西民的安全是第一。我们的边防连士兵，从丽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包围我们这个边境的，就是边境线，包围边疆，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作为本地的老百姓，付出这么一点不算什么。只有一次例外，2014年9月，拉奇尼带领边防官兵去五府浪沟巡逻，由于冰河中石头很滑，一头白牦牛不小心摔断了脊椎骨，再也无法站起来。这头白牦牛是拉奇尼从小养大的，它性格温驯，对主人忠心耿耿，已经陪伴了拉奇尼10年。然而执勤任务不能耽搁，拉奇尼强忍心痛，将白牦牛留在原地，心疼得眼泪直流。临走前，拉奇尼和战士们给白牦牛拔了很多草，
希望他能伤好后自己归队。然而当拉奇尼再次来到这条巡逻线上时，只看到了白毛牛的骨头。他是我心里面的一个英雄，好兄弟，大英雄。我支援加入。每次巡逻到达界碑时，拉奇尼、巴伊卡都会和边防官兵一起面向鲜艳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16年来，拉奇尼不但自己做义务向导，还鼓励身边的牧民一起参加护边。很多牧民都是在拉奇尼一家三代人事迹的感染下加入了护边员队伍。我父亲也是去世的早，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也去当护边员吧，当跟那个拉奇尼一样保家卫国，想的就是要学拉奇尼精神，他能吃的苦我们也能吃得了。我就是他出事了以后后来再当的护边员，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拉奇尼曾经说过他要为国护边40年，然而他食言了。自从拉奇尼牺牲之后，这个护边是我最不愿意来的地方。2020年，拉奇尼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被派往喀什大学参加汉语培训。在班级里，不管是打扫卫生呀，平时的关灯、锁门、关窗户，这些小事儿都是拉奇尼在做，就是从来不会浪费粮食呀，浪费水电呀这些。然后在学习上他又是特别的刻苦。2021年1月4号下午1点多，刘居红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有一个同事的小孩掉到这个湖面的冰窟里了，拉奇尼也去救人，也落水了，还没有上来。视频显示拉奇尼最先跳入水中，随后他的同班同学穆沙江和孩子的母亲跑了过来。你也不能过来，冰太薄了，住孩子，住孩子。拉奇尼放开了穆沙江递过来的围巾，双手奋力托起孩子往冰面上推送。随后冰面断裂，三人全部落入冰水中。拉奇尼孩子两个腿抓好一个往上面拖着呢，这样子往上面拖着呢。画面中孩子的头始终露出水面直到获救，而拉奇尼却缓缓沉入了刺骨的冰水中。麻木了。2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在湖底找到了拉奇尼的遗体。拉奇尼被营救上来的时候，他的双手还是这样的一个托举的姿势，然后身上全部都是泥水，但是他胸前的党徽依然是熠熠闪光的。我是特别难过，特别悲痛，但是我知道他会那么做的，因为他是那种本能的反应，也是他刻入骨髓的一种善良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但是后面我们知道那个事情，是我们特别感动的，因为是我们特别感动的那个英雄，他是我们英雄，我们是骄傲的，真是。我儿子干的是什么最好的事？我是他爸爸，是我的也是学习榜样。拉奇尼的家乡在提兹纳府乡提兹纳府村。2018年，拉奇尼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020年，拉奇尼又担任了村委会委员。他认真履职，挨家挨户记下牧民的需求，提出议案建议，尽心尽力为村民解决每件小事，从不嫌累。拉奇尼是个好温暖又善良而且特别有责任心的一个人，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然后无论谁给他打电话，只要家里有困难或者有事，他是随叫随到那种。有后边什么困难，我们就叫说拉奇尼叔叔，他帮我们解决问题。我就他特别喜欢们帮助别人，不像自己的辛苦，他为了别人帮助嘛，特别高兴的那样的一个人。就是如果我后面的就是
村当了村干部，我也是跟拉契尼叔叔一样，就是去先给农户，好好的态度，好好的说话，能解决的立马给他解决。近些年，随着当地经济发展，很多塔吉克族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当地户边缘人数有所减少。当时拉奇尼意识到这个问题，立即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呼吁适当提高户边缘待遇，扩大户边缘队伍，实现户边缘队伍留得住、守得住。他的议案受到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此后当地户边缘人数增加了，待遇提高了，边境线上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现在越来越好了，党的政策给我们这个户边缘这青年关心的那么好，现在这个户边缘放心的这个开展这个工作，现在有待遇了，靠这些户边缘和边防连和本地老百姓联合的这个模式，要保卫我们的边疆，这是意义重大。14岁的拉迪尔是拉奇尼唯一的儿子，从小他也被父亲带去巡边。拉奇尼对儿子说过，将来自己走不动了，就让儿子接替自己，继续为国戍边，保家卫国。在我心里是一个善良、勇敢、不怕苦的、不怕吃苦的人。我要和向爸爸学习，像他一样为祖国守好祖国的边疆。